哎，你们这山路这么不好走，怎么不修修路啊？修路，那都是当官的事儿，我们这些人呐，管不了。是啊，公子，这路不平，我们才能混口饭吃。哦，你们跟着前面那位穿红衣服的小姐就好了。好嘞，是啊，公子。 展峰，少主，你猜我今日会不会放过你？你若想战，我展峰奉陪。哼，我今日不想战，但你要把它还给我。绝无可能。多谢战公子相救，黄从有礼了。 拿下战俸，为少主报仇。哎，今日就算了。少主，他们陷害追杀你，你因此才受到重伤，怎么能算了？没关系，看在如歌的份上。战副庄主，看在你今日过来救如歌的份上，我饶你一命，请吧。 诸位叔伯，远道来迎，辛苦了。恭迎少主重返敌人。别来了，哎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。哎，你找谁呢？这里没有人了。大嫂，烈如歌在何处？ 如歌，我不知道啊。自从上次他和雷少爷离开以后，就再也没有来过了。歌儿。